这应该是。对呀、啊，感觉是吃的。然后就打开来，哎呦，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人的手机。如果是超恐怖，是咸酥鸡，我也是醉了。共指线头，怎么感觉有一种什么表情？有一种国会议员送。你们猜是什么东西？有一种国会议员送。你先这样让大家猜嘛。我哪猜得到、啊？我猜太阳饼。那表情，太阳饼。提示是提示，有一种国会议员逢年过节会送给就是乡亲们的东西。我要提示有边有角。有边有角。蛋糕。猜一个，凤梨酥。错。有边有角是超大的提示，它是冰袋，这是要保冷的。冰的凤梨酥，欠揍的，差多了。哎呦哎呦，有梗啊！哎，就一袋干冰，打开，哇，一直冒烟，然后弄得哗哗喷烟，大家好像喷火龙。传统传统传统，什么传统？我再给你们一个超大提示，很传统。再给你们一个超大提示，粽子啊。对。有边有角又传统的啊！哇，我以为是，可是有边有角传统也太多了。可是它是冬瓜茶砖也是、啊，它是冻饼花生冰粽。哇靠，这么可爱、啊！冰粽，它应该是甜点，好 Q 特啊！就是那种小，来，这什么口味啊？花生冰粽，它写粽子味。哇，粽子妹，粽子妹啦！哇，粽子味。我想说粽子味是什么味？我想知道嘛。八七，它四个颜色是。哇，一句好话，不一样的口味吗？是吗？它如果是同一个口味，我们开个同一串。可是它的确四个是不同图案、啊。我才懒得鸟你了，我先吃了。真假的？你那是什么口味？我想知道。那我也才懒得鸟你，我也要。这应该是中药口味吧？我也来一个。那我哎呦，我的看起来，哎，是马吉耶。我看起来很赞哦，这就是减重的。哎，才是减重。我的看起来跟你很像哦。而且你看起来不像菜脯。哎。它里面应该是冰吧？冰的吧？救命！哇，我这个好重哦！好吃啊！好轻！你是凤梨的？嗯。什么？里面是什么？你要吃吗？你那个我不敢吃啊！你吃吃看啦。那我跟你交换。为什么？就是我吃到这个口味啊！什么口味？你吃！哦，你要先吃，赶快先吃。我觉得我想看你的脸而已。我想吃整个口，我想吃个。这好吃。我不知道我要说我很衰还是。我觉得你很衰。还好吧，是好吃啊。笑嘻嘻。我觉得我现在嘴巴很像有屁在里面。我说真的，我有一个放屁一直放屁嘴巴放屁的人。泰国人是粽子吗？什么榴莲粽是不是？对。我一直超榴莲口味的。好臭哦，嘴巴。好臭、哦。我是花生还好，花生应该很好吃吧？我嘴巴有一种流动厕所的味道。嗯。很臭啊、欸！好臭、喔！小精灵在我嘴巴里大便，是很臭、欸、你要那个吗？花生，花生应该蛮好吃的。现在就没有人敢跟我接吻，有臭的。还行，闻大家都敢吧，因为大家嘴都很臭。大家都吃了屎，有什么好怕？好臭、喔！哎、欸，花生好吃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好吃。